我谂西方媒体啲摄影师咧，应该要加人工啊！呢啲相好难影成咁噶啊！咁所以而家我俾几张相大家睇，咁你就可以睇到咧，点解咧？我认为咧，西方媒体啲摄影师咧，一定要加人工，真系好难影到咧咁丑样嘅相噶。好，呢个第一张啊，第一张咧就只需要咧个摄影师咧架好个镜头喺一个稳阵嘅三脚架上面。跟住攞一个大光圈嘅长距离镜头影落去，搞掂啊！所以呢幅咧，值1蚊啦。咪而家睇第二幅啦。第二幅呢幅咧，差唔多，不过你加咗好多人喺度，要减分啊！呢、这个值5毫子啊。呢一张咧好啲啊，因为咧就要捕捉到。个时间又要一样，正话啲架山要有，但系咧技术上高啲，呢、这个要2蚊啊！呢一张相嘅摄影师一定要收好多人工先得，点解咧？咁啊，第一难影到咁嘅角度啊，呢、这个角度好难影到噶，尤其是睇个表情啊，咁嘅表情几难影到啊！呢、这个第一，第二咁嘅颜色啊难啊，用啲咁靓嘅仪器影到咁嘅颜色出嚟，后面要做几多啊？后台加工啊，咁大家估唔到。第三咧就系咧，点解呢张呢一张相要收得贵啲咧？因为呢张相咧喺其他地方唔可以再卖钱啊，呢、这个只可以卖俾BBC 啫，其他地方卖唔到啊，因此咧收入少咗。同前面嗰几张唔同啊，前面嗰张你登完之后，我可以保留版权，咁我就可以卖俾其他嘅地方可以继续收钱。呢张我唔得，专门为你影噶，所以咧呢一张相咧一定要贵好多啦。